如上辛苦了吧，快坐这儿歇会儿。这是我专门给你泡的百香果茶。佳琪，以后还是叫我安乔吧。店长大人，沈老师，沈先生，请坐。安乔，恭喜你。 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这里正式的店长了。谢谢你，沈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我相信你。沈先生，您看，现在安乔已经是我们店的店长了，我们这个店是不是还缺一个副店长呀？佳琪，你们店一共也就两个人。我想和安乔单独说几句话。你先去后厨准备一下今天的东西好吗？好的。这两个人一进一付，不是刚好吗？安乔，上次有些话我没有说清楚。